哎，等等，等干事，粮库参谋长和侦察科的人都出去了。我来给粮库参谋长送衣服。您进去吧。 万营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豫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豫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你好，你好。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 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 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副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 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部。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纠缠。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23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 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一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汪营长，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 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两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同时，在不影响师指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 都明白了吗？明白。我把这个朝鲜语网报稿子再给您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的也很好。嗯，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一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仗我可得记账，以后一定要补偿。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儿。要求不高，可以满足。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那你就慢慢想。 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哎，梁科长，哎，梁晨，至今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十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是挺好的。袜子补的跟没破一样，穿的特舒服。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赔。
赔偿什么？你，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哎，你们俩待着。梁晨，我们俩出去走走。好。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一天一夜呢。那你带的队伍是进入屠明洞，还是去草丛啊？屠明洞。你没跟我说实话。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全军都在学习救援于烈士的英雄事迹。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啊，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你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是吗？他怎么样？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秋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绝望。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我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哦，对了，谢谢你送来我的照片，我很喜欢。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梁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这不一样。一样。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
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我答应你。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我们的未来。훈성수고한다요즘중국놈들뭐이상한움직임없었나네없습니다줘봐저진지앞에뭐이렇게잡초들이많아내가중공을이면바로저기에매복을해서습격을할텐데이놈들도거기까지는생각을못했나보네연대장님뭐라고하셨습니까중공군은워낙교활하니까절대로경계태세를늦춰선안된다알겠나네알겠습니다아그리고애들보내서저진지앞에잡초들다제거해저게뭐야보기흉하잖아네알겠습니다이상가자
有敌人出来了。他们想干什么？不知道。好像是要割草。命令机枪消灭他们。是，发枪了。准备射击。师长，你怎么过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架？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了？不行。不然他们就会向草丛中开枪了。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给他们养成习惯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收起。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收起。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吧。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
你们几个该吃吃啊，别跟我一样。那师长，你看这都1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这儿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要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打，不分情况，露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是，发枪了。快问问前锋部队有没有事儿。我看见有子弹打进潜伏区了。是。前锋部队报告，一切正常。没事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师指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1: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向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终于从梁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语音广播了。嗯，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嗯，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哼。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川浩不就是黑豹师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大家准备。开始。또이곡이야들을수록심란해야이씨조용해음악듣고있잖아너이거중독된거아니야그래제대로중독됐어주변을봐봐씨발다들중독됐잖아그래서
참 꾀꼬리 노래는 들어도 상관님 고함은 못 듣는다고 하는 거구나. 그래, 이 지긋지긋한 전쟁도 이제 끝날 때가 됐어. 没伤到骨头，有点血，结束了。没事人，到，给先锋科长看一下。怎么样？确实没伤到骨头，但侧面很深，需要先锋科再包扎。还能坚持吗？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半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行，出了伤口马上赶上来。 把黑豹一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没问题，一会儿见。 선사님, 저선 머거입니다. 적들이 30분간 오른쪽 진지 전혀 없는 폭격을 퍼부었고 전사부대를 앞세워
대규모 공격을 진행했다고 합니다. 현재 제1, 제2, 제3 연대 첫 번째 방어선이 전부 뚫렸고 모두 긴급 조언을 요청하고 있습니다. 이 멍청한 새끼들 봤나? 적군이 큰 움직임이 있었는데 너희들은 한 명도 눈치를 못 챘던 거야? 백창호! 자네 여기 소대령! 적군이 폭격이 당하자마자 이렇게 큰 공격을 퍼부었는데 이것을 소대가 당한 건지 아니면 적군이랑 손을 잡고 우리를 속았는지 대체 뭐야? 지금 연락처에 확인 중입니다. 뭐또 확인 안 하는 거야? 똑같은 성부를 올리려고? 다세 불 차립니다. 그 어떠한 처분도 달게 받겠습니다. 사대장님, 지금 가장 중요한 건 전세를 안정시키는 겁니다. 1연대가 지키고 있는 그곳이 아주 중요합니다. 1연대가 잘 버텨주기만 하면 전세는 안정을 취할 겁니다. 그래, 자네가 1연대를 가서 지휘를 맡도록 해. 특히 1연대와 기가인대의 합동작전 반드시 1연대의 두 번째 방어선, 세 번째 방어선이 뚫리지 않도록 막아야 한다. 네, 알겠습니다. 지금 출발하겠습니다. 사단장님, 저도 함께 보내주십시오. 가서 정원 상황을 알아보겠습니다. 그렇게 하시죠. 전방 상황이 어떤지 예측하기 어려우니 제대로 파악할 필요가 있습니다. 그래, 같이 가. 가서 부사단장 잘 도와서 전시를 안정시켜. 네, 알겠습니다. 队长，队长，孙一鸣藏在地雷了，正在想办法排除。是，队长，你留在这儿，我去看看。是，你带路。啊，不行不行，队长，都别过来，都别过来，离我越远越好，离我越好，快。孙一鸣是我，你别说话。这样子，排除有困难吗？我摸着像是一个反坦克地雷，我再确认一下。 别紧张啊，孙一鸣。如果是反坦克地雷，正常人的体重加上装备，也不大可能会触发。这样子，你再看一下，是不是雷阵，下面有没有反步兵地雷？队长，我确定这下面只有一个反坦克地雷，大家先散开，隐蔽。行，散开。 现在情况怎么样？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那可麻烦了，部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队长，要不让我跟连里的排雷手从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不用了，你们看，一边。 里边有潘木桩，应该是敌人的巡逻通道，肯定没有地雷。就让排雷手沿着这个通道前进，应该很快就能走出雷区了。这样子，你们走前面。是。走，慢点。백중령
1년대 다음 행보를 어떻게 생각하나? 이번에 놈들의 함정에 빠져 큰 과보를 저지르는데도 재판단을 믿으십니까? 사람은 누구나 실수도 하고 패배도 하고 그런 거야. 나는 항상 자네 높게 평가하고 있네. 허심탄회하게 얘기해보게. 그럼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우린 적은 변혁으로 놈들의 공격을 지연시키고 동시에 주요 변혁을 신숙히 후봉에 있는 유리한 지형으로 구태시켜 방어시설을 구축하면서 때를 노려 다시 반격하면 됩니다. 좋아. 오늘 밤 작전회의를 소집하지. 그때 자네가 의견을 말하게. 아, 만약에 말이야. 끝까지 고수를 한다고 하면 자네는 어떻게 생각하나? 우선 1연대는 무조건 적의 침투 부대 습격을 막아야 합니다. 왜냐하면 적의 침투 부대가 한결같이 후방에서 우리 지휘소, 포진지, 탄약고, 교통교통지를 습격하지 않은 이상 정면 돌파만으로 짧은 시간에 1연대를 무너뜨리긴 쉽지 않을 겁니다. 그럼 방법이 있나? 구체적으로 설명해보지. 침투 부대는 주무정을 하지 않은 것이므로 기갑 연대의 전차를 1연대에 파견해 지휘소 및 주요 시설을 지키는 것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좋아. 1연대에 도착하면 전차 부대를 불러오도록 하지. 我们已经出雷区了。好，同志们，加速前进。是是。是队长呢？队长呢？哎，莫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正副科长就在他身前，弹片从他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别照了，
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好。